探索，探索吗？探索哪个区域呢？探索一番。A 区、N 区、W 区，哎，这个选哪一个区域啊？谢谢 DG 先生送的乐宝剑。哪一个区 ？ANW，ANW，N 区吗 ？N 区啊，嗯，准备就绪，出发吧。根据笔记本上的路线图，我在走廊里转了好久，又爬过了好几个通风管，最后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 N 区。一路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，地下室的走廊非常空旷，视野也比较开阔，通风管里也不存在会刮擦到人的东西，至于奇怪的陷阱更是无稽之谈。总体上来说，这条线路还是比较安全的吧。不过这里真的是 N 区吗？除了路线图上言之凿凿的标注之外，附近没有任何相关的标志物。硬要说是的话，或许这里的走廊比其他区域要干净那么一点点吧。区域内大部分的门都紧紧地锁着，看上去没有打开的可能。我操！我稍微用力撞了撞左手边的那扇门，门丝毫不动。不得已，我只好放弃了。谢谢楚留香送的四组六六大宝剑。啊，这扇门没锁。我一扇一扇的试过去，总算发现一个没锁的了。可是等我推门进去一看，心里顿时失望了不少。这间地下室几乎和自己待的一模一样，只是少了一些家具而已。当然里面依旧没有人，甚至连近期有人生活的痕迹也没有。卧室和卫生间的门根本也打不开，仿佛门和墙壁已经融为了一体。幸好补给和医药箱还在，难道是一直准备给前来避难的人用的吗？我稍微清点了一下，准备带一些回去。现在趁着时间还早，再看看房间还有什么值得调查的东西吧。桌子、书柜或者地面，我们调查哪一个呢？地面，我感觉看哪边的东西。这个地上，这个右边这个门，哎，它是不是每一个书柜后面都有暗格？桌子肯定不用调查，要么调查地面，要么调查书柜。地面还是书柜？你们说，地面还是书柜？书柜吗？地面啊，地面。上面有我刚刚留下的脚印。书柜旁好像有什么东西，一个储物箱，里面堆着满满的一堆东西，让我看看。然而里面只有一些废物，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。哎，书柜可以调查，书柜也空空如也。桌子灰尘不是很多，但是有点黏糊糊的，其中一个角还出现了不少斑点，大概是霉菌吧。这都调查完了呀。书柜，不对啊，只有这三个调查点。去了 N 区，调查的差不多，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收获。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。
去了有那么久吗？瞧我带回来什么？更多的食物和饮用水，还有医药箱。啊，居然搞了我这么多东西。不是有变态巨型，变态巨型还没到，还没到呢。真厉害。床上更厉害。嘿嘿，只是运气好而已了，没什么的。这样就能再多坚持一段时间了。嗯，别想太多了。千万别去，一去会死啊。哦，这游戏我们快结局了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还哼歌啊。嗯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啊，在打扫屋子呀。谢谢烟酒送溜溜大宝剑。既然已经决定好好在这里生活下去了，我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在这里待了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的把屋子整理一下。这样啊，屋子里确实稍微有些乱。谢谢从头来过送溜溜宝剑。生活垃圾什么的其实也没多少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一起打包，然后扔到很远的地方。虽然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，不过暂时能撑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也没有必要太担心。所以才要好好整理一下哦。嗯，麻烦你了。啊，我们这游戏快结局了，要不要打通关？要不要打通关？我只是打扫打扫屋子而已。你们想不想知道后面他们发生了什么？不，总之还是要注意小腿上的伤口，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嗯，知道了。传给导，传给导。一起吃过早餐后，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呢？继续探索啊，一直探索 N 对吧？探索 N 区。N 区扫地面三次。就会发现隐秘的事情。再次来到 N 区，根据我的猜测，这个区域或许很早就作为避难区域了吧，不然不会提前准备这些补给品。可惜都没有人能用上，大概因为世界末日到来之时已经来不及逃离全灭了吧。突然觉得他们有些可怜。隔壁的房间好像门没关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因为好不容易发现了一扇没锁的门，不自觉太激动，以至于都没有留意到隔壁的事情。不管怎么说，先去看看吧。推开门走进房间，我发现房间的布局几乎一模一样，就连卧室和卫生间依旧打不开。只不过这间房间好像没有补给品，真奇怪啊。还是调查一下房间吧。调查地面。啊，怎么了？脚下突然一滑，我直接迎面摔到了地上，好痛。赶紧爬起来检查了一下自身，似乎没什么大碍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谢谢 CD 送的十足溜溜大宝剑，谢 CD。回头看了看地面，刚才踩过的地方好像有一层浅绿色的痕迹。这是苔藓吗？没办法确定，不过其他地方似乎完全没长过这种东西。哎，太丢脸了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平地摔。幸好这里没有别人。哎，真是太倒霉了。赶紧调查一下房间，然后离开吧。地上积着一层薄灰。嗯，又有一个杂物箱。发现了一本小册子，这是什么？随手翻了一翻，发现里面每一页都印着一个奇怪的图案。这是色盲测试的书吗？谢谢橘子送的无所谓的宝剑。图案里确实可以勉强
辨识出一些数字。啊，这一页怎么掉出来了？我捡起了刚刚掉在地上的纸，这是749，什么意思？这个颜色太诡异，怎么看起来都不像是用来测试色盲的图。而且这上面显示的数字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不管了，先记下来吧。749，这个难道是密码门什么的吗？我们还要调查一下地面吗？突然外星人来了，来玩捆绑 play， 捆绑。看一下书柜，书柜里面一本书都没有。桌子，书柜都看一看。地面。749八成是后面的密码，完全想不明白。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。我回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什么都没找到。没关系了，不可能每天都有收获的，你能平安无事就好。啊，嗯。啊，你的额头有点淤青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哈哈，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没什么了。身上还有哪里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哇，很担心我呀，很关心我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不用这么紧张。只是在平地上摔了一跤，这么说肯定会被他笑话的。放心了，我以后会好好注意的。现在可不是受伤的时候。嗯，差不多快到睡觉的时间了，早点休息吧。